今天跟孩子要干啥？刚才吃的手指者。今天我的样品刚到，我怕过两天没有了，因为我愿意吃，赶紧吃。回家保鲜啊，别冷冻，是冷藏保存啊。一冷冻就抽抽就缩水了，保鲜它特别粗，看见吗？我头两天吃那个细的，就是冷冻的。好吃啊。